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8号在聚会上突然表示，现年95岁的前任教宗本笃16世健康急速恶化，希望大家共同为他祈福。本笃16世本名是拉信格，原籍在德国，获选为天主教教宗之前是上一任教宗若望保禄2世重要的文胆，也是教廷信礼部的部长，对于教义跟神学的阐释有很大的影响。而2005年，他接替了若望保禄2世当上教宗，已经是78岁了。在位期间，教会内的派系斗争跟神职人员传出性侵丑闻事件，都让本笃16世深受困扰。他决定向被害者道歉。而在2013年2月，身心俱疲的他递出了辞呈，成为史上第一位在世而去职的天主教教宗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